给马桶做个外科手术，单孔变双孔，重新开个眼儿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中小米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马桶，紧挨着墙了，后边有个插座，马桶都已经顶到插座上了，这怎么用？根本就插不上电。这都不算啥，还有水的问题。看看这个水，水后边是接了一根水管，脚阀都没接哦，脚阀在下边，先用水管做了个软连接。这不是被水箱顶住了吗？水管90度折弯，水也出不来，哎，麻烦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大部分人会选择，哎，装不了，那我就退货吧，返回厂家重新发一个。退货说起来其实很简单，但是退回去要产生的费用，重新发一个产生的费用，中间要等的时间。所以业主改变了策略，一个字，修。客户家的坑距只有380，马桶是400的坑距，380差点意思。脚阀离地高度是30厘米，马桶从下往上量30公分，刚好是个水箱。今天我们过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400坑距的马桶给它改成一个30的。平时都跟大家讲，买马桶一定要买单孔的，要买单孔的。但是这个没办法了，今天非得把这个单孔马桶给它改成一个双孔的。这活在家里是没法操作的，抬到这个楼道里面，楼道这个地方比较空旷，操作起来比较方便。先把马桶翻个个儿。刚才用法兰的教你，给你出了一个大还丹，你服下就可以长生不老。给。到我车上再拿点工具。了解了他家的情况之后，不光要改一个30坑距，而且脚阀一定要拐个弯，不然的话脚阀还是会顶马桶。一个弯头一个直接，顺便再带上我的玻璃胶枪，带上我的溶石胶。客户家的法兰已经压坏了，再重新给他弄一个法兰过去。走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所以咱们这些家伙必须得都有。做好准备工作，电钻装上开孔器，角磨机装上切割片，准备开干。从40坑距的中心点向后移10厘米，这个位置开一个孔，那就是30的孔了。先得用角磨机把这一条给它切了。口罩眼镜先武装到牙齿，然后再把窗户打开。别切这些灰尘呢，就飘出去了。先画出一条十字中心线，防止这个孔打偏了。开孔我用的是40的开孔器，用40的虽然有点小，但是这样保险。用50的话，可能开的时候开到管壁上也是有可能的。先用40的开下去，然后再看一下周围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用40的开孔器呢，再稍微的往大去扩一扩。你出去找这个食材，我也没闲着。你看，找盖子，就是搁这个圆，外圆就用这个，是吧？用食材切下一个圆来，就做这个排污口凸起的这个边儿。很多人说你可以把那个40孔的切下来装在30孔的位置，说起来很轻松，但是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没几个人能做得到。用这块石英石做其实也好做，毕竟这个容忍性更好一些，陶瓷的太脆了，切不好就坏掉了。以前我也发过类似的视频，也是用石英石做的这个圈，切割出来打磨平整还是很不错的哟。有女朋友吗？哼哼，甜泉。不是，切好之后放上来做个对比，怎么样？效果不错吧？所以我尽量不去破坏40孔，谁知道以后这个马桶挪不挪地方呢？万一40孔还用得上呢？不过目前这个40孔是用不上了，我们必须还得给它堵掉，在石板上再切一块，把40孔给它堵死。马桶生产厂家这个孔一般都是用塑料盖和塑钢泥堵的，用石英石堵这个孔，你也是头一次见吧？
打上一圈玻璃胶，直接给它糊死，但不要打得太多，因为我们要做好几重的防护。三零孔的石英石用什么粘？也是用这个玻璃胶。用玻璃胶呢，把这个平面粘好，然后第二道工序就是用永石胶了，用永石胶给它把边封住。固化剂多来一点，那干的真的是快呀。友情提醒啊，操作这个永石胶，如果你手慢的话，还是少来点固化剂，然后多等一会儿，不然你还没有抹上去，胶干了。一不小心胶又弄得多了，把这几个孔给它也堵上吧，刚好还可以防臭。现在把所有的孔都堵上了，怎么样，看看效果行不行。一只椰的功夫不到，哎，这胶已经都干了，开始铲。法兰套上来和这个孔也比较合适。为了给四零孔做防漏，拆下来法兰圈的这个塑料盖，那也得利用上。把这个圈呢给它修整好，然后打上一圈玻璃胶，用这个塑料盖呢再给它扣上。哎，这样就是相当于三重防护了，它这辈子都漏不了了。现在就可以抬上去装马桶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客户家这个留着出水口。留的是一个卫丝啊，这可不是里面装了一个对丝。在卫丝的情况下怎么办？刚才我不是拿上了一个直接吗？把这个直接先装上，然后再给它装那个弯头。弯头的目的呢，就是给这个脚阀拐一个弯，不然脚阀还是长，照样还会顶马桶水箱。拐弯之后呢，这就节省了空间了。之前的旧法兰已经压扁了，所以给它换一个新的。先把法兰压在排污管上，这样看得更直观，那压得更严实。然后我们去用马桶去压法兰，这个就凭手感了，摸着然后放进去。很多人喜欢马桶靠墙靠墙，但是前期工作要做好呀，像这个水电流到这个位置你靠到墙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这一个就是卫生死角，你即使马桶靠了墙，你想下边它本身是有一个弯的，那照样还是有脏东西你得清理，那卫生清理起来更麻烦。这个视频也是给大家提个醒，如果有考虑换马桶的话，一定要把坑距测量准了，而且要考虑电源和水源的位置，不然的话你像这买一个马桶折腾老半天，这不得花好多钱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拜拜老铁。